看到了吗？觉得可笑吗？这些被人类生产驱使的工具构成了帕迷什的武器，这群无知的低等存在正肆虐在九龙商会的辖区内。九龙作为这颗行星最大的经济体系之一，独立于世界政府之外，统治着东亚的广袤领土。人类的城市依次沦陷，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能安然站在此处？是因为不断有英勇的士兵为了保卫九龙而奔赴前线，他们向帕迷什，向世界证明着九龙的意志。我们会让这群破土烂铁永远地沉眠在九龙的土地上，锈蚀殆尽。因为我们怀抱着相同的骄傲，我们信念的坚定不可质疑。过去的一切凝结成如今的九龙，九龙人不畏惧战争，因为战争击垮不了九龙的意志。从很久以前开始，这颗星球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名字。现在我问你们，我们是谁？
神，将我们凝结成信念统一的共同体。数量的差异，在九龙面前不足为惧。战争必定带来牺牲，但只要九龙还留有最后一人，支撑到所有子民都将意识备份完成的那一刻，那么这场战争就是九龙人的胜利。而在九龙的历史中，不会再有比这场战役更甘甜的胜利。九龙众是九龙商会的守护者，我们会将胜利刻在每一个被我们摧毁的感染体身上。神圣的土地而付出无法偿还的代价，九龙会在这里证明塔尼什不是无法战胜的。九龙，这里是九龙商会的城市，九龙人要在此处让那群可笑的机械见证九龙的意志。九龙商会万事长存。Thank you.